做手打柠檬茶还在纠结上什么新品吗？看完这条视频啊，你就知道了。第一款海王柠檬茶，这一款号称手打柠檬茶颜值天花板，浓郁的莓果香让客人无法抗拒，搭配一些水果做成气泡水，口感和颜值都非常的不错，是一款特色饮流款产品。第二款山茶花柠檬茶，这一款没有哪个女性朋友会抗拒，它香气雅致馥郁，很有高级感，做一些水果茶呀，橙蔓山茶花这种水果奶茶，香气和记忆点非常的突出，也是一款比较百搭万能的茶品。第三款墨香大口茶，这一款啊也是今年很多大连锁品牌都在主推的，饱满的糯米香非常的上头，做成柠檬茶、鲜奶茶，香气让客人一下子马上就记住了，也是一款比较特色主流的茶品。这三款产品啊都是属于今年比较主流有差异化的产品，如果说你还在为新品发愁，不知道上什么新品，都可以尝试一下，每份我都给你安排配方了，里面有最佳的茶叶泡法，每一款产品的配方，还有我们的高清海报图，就算说你只买一包茶叶，我们都毫无保留的把配方分享给你。关注小易，饮品用茶，少走弯路。